乾隆六下江南，哪里最好玩？飞檐翘角不用一根钉，古戏台三连冠藻井，三合一技术，立体环绕音响最绚丽。进香朝圣不肯去观音院，进普济寺不能走正门。33米南海观音，慈眼视众生。江南攻略带你完胜乾隆。未来娱乐台，江南古镇打卡秘境。